我们的乌斯怀亚。你到底哪来的自信，做出如此胆大的决定？铁男呐，你跟我生活一起七年了，就不能从我的身上学学逻辑思维能力吗？杨凡，你没有良心！我忙这大半年，我图什么呀？不就为了元旦这三天两夜吗？现在可倒好，临出门了你找我麻烦，我怎么了？我戴个帽子怎么了？那我问你，咱们去哪儿？北京通县。具体地点？环球影城。你不要让我在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羞辱你好吗？那环球影城有唐老鸭这个人物吗？那我还给你买了一顶，你要不要吗？我要。谁？谁要去首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？谁？谁要在北京出生那么一段天亮就说分手的恋情？谁？谁要给这段不要脸的恋情判一个死刑？死刑立即执行，判几够？你谁呀？我是你们炒的司机呀，不是保姆车吗？出去玩了吗？啊，对，等半天了，快点的哈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先把行李拿下行了。哎，好，快点的，快点的。好嘞，好嘞，感谢感谢啊，感谢感谢。来，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行程。第一站，我们要去天安门看升旗，再去潘家园赶大集，再去工体包个丁，最后去环球影城。玩一天，都准备好了，老 baby 们，出发！我先上个厕所。哎，厕所里有人，妹妹在家呢。哦，妹妹在家呢，约了她男朋友来跨年，要不能赶紧给她到地方吗？还是人家幸福，是能跟心爱的人一起度过跨年夜，不像我们。要一起去旅游啊！我正好还有瓶二锅头，留下给妹妹助助兴吧。人家要你二锅头，人家是晚礼服穿的，高跟鞋蹬的，头发蓬松的，像练武功的。出去玩啊，一路走好。你不是约了男朋友吗？他刚刚通知我要跟我分手，我呀失恋了。那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他没事儿，说没事就没事，你长点心行不行啊？静儿，真没事啊？真没事。这是真没事。静儿会金枪刺猴啊？这到底要干嘛呀？没干嘛，不就失恋吗？没事儿。没事儿，来，我再来跟你说一遍啊。他的名字呢叫做何文俊，他是上戏导演系胡英强专业毕业的呀。我们好了三年了。这还是异地恋呢。好的，他突然说我们的感情出了问题呀。我说出了什么问题呀？他说你得跳出来看一下。我说我没有办法跳出来看一下呀。可是我得跳出来看一下呀。我就一个司机，你在这叭叭叭叭跟我说了半个熊头了，不就被一个耍胡英强给甩了吗？撒！你今天到底走不走啊？走走走走走走！赶个活拖着，快点的！撒！哎，哥，赶紧走吧，这师傅说话挺治愈的。那你真没事啊？我真没事儿。那你快把皮箱给我，别坐坏了。哦，不好意思。静儿。哎。你不是想看一下环球影城的票吗？啊，你看完没还给我？啊，你呀，挺机警的。少来脚，把身份证还给我吧。我真是九八年的。拿着滚。你还差什么呀？我想如个厕，我打一个门就好嘞。悄没声的，出发。我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我自己妹妹难过成这样，我还好意思出去玩儿？你们不知道，她小的时候只要一伤心难过，就会一个人蜷缩在沙发上，
等着我安慰，就会一个人平躺在沙发上等着我安慰，就会一个人在沙发上大劈叉等待着我安慰。总之，从他的身体，我读出了三个字：他需要我。我不需要你，打扰了，我真读了。还是我留下吧。看今儿的状态，受的是情伤，毕竟感情这一块，咱们四个。也只有我最有经验，离婚的经验 ？No， 都往后扫扫那么一扫，还得是我来。小丫头，滚！我那个，我其实想说呀，先上个厕所。你们就不要再找借口留下来安慰我了。我的问题你们四个解决不了，那谁能解决？刘声音，我的好闺蜜。她也失恋了，这种时候只有女人才会明白女人。刘胜英，这燕儿，你来了。哦，你还失恋了？我们姐妹俩命实在是太苦了，我们以后再也不要相信男人说的话。我现在看到男人我就反胃。还记得王家卫说的吗？所有失恋的人要一直往南走，走到世界的尽头，那里有一个地方叫乌斯怀亚。冷冷的去干嘛？那有一座灯塔，所有失恋的人去，能把不高兴都留下。那我们一起去啊 ，Girls help girls！ 这样的话，我们 boys 就先撤了。宝宝，你来干什么？渣男！你听我说。我绝不绝育，不是不是，我绝不允许我们两个人分开。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任何话了。我知道，我不够有钱，还有，就这一项就够致命了。我不够有钱，我会往有钱了够。我不够帅，我会往帅了长。总之，我还有一句话想跟你说，刘胜英。哎呀，胜英，嗯，我愿意嫁给你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兄弟们，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！忘带你走了。我太高兴了，我的好闺蜜要结婚了。何文俊，你不光给不了我一个婚礼，我连一个面对面的分手都不配有。谁？何文俊，给金静送的快递。你好，是金静女士吗？我是吗？你是啊，我是。好的，那个李飞，你那单快递是这屋的，我上楼送花去了。哎，哎呦，我这一顿找啊，金静是吧？来，给你快递。这些都是我给他的东西。他熬夜脱发，我给他的芝麻丸；他换季上火，我给他的金银花。还有这张唱片，是我最喜欢的，他连拆都没有拆。哎，你们看有什么合适的，自己挑吧。啊，别跟我客气啊！静儿，这芝麻丸不是我给你买的吗？这金银花，不是我给你买的吗？这圣宝片不是我给你买的吗？这丝袜不是我给我买的吗？正好物归原主了吗？那个，来，你们等会儿再交换。这单是到付了，谁把钱付一下？我我想删何文俊不是他妈一天两天了。好了，两期，你们赶紧走吧，别让人家师傅多等了。大过年的，都给我高高兴兴的。
我先发言，静儿是需要一个面对面的正式的分手。我是这么想啊，我觉得静儿现在什么都不缺，缺的就是一个面对面的正式的分手。你醒醒，我刚说完啊。我没注意听，我的意思就是啊，我没想好。今天是跨年，我们要让他这段失败的感情留在2021。我建议咱们给他办一个分手仪式。咱俩想一块儿去得了吧。你分手仪式这怎么办呀？这还不容易吗？你说说，你什么都不知道是吧？好，结婚怎么办？我们就给他反着办，现在就差前男友。我听明白了，那我就牺牲一下啊，我去眼前那日子。哥有你这兄弟我这辈子都值了，但是你劲儿太大，我怕你伤着他。哎，你们看这个怎么样？大家好，我是何文俊。当然不行了，我妹妹又不傻。文俊。Unbelievable。 你来了，你来跟我和好是不是？行，你求我，你求我，我就答应你。我求你，我求你跟我和好吧。文俊呐，今儿你是来跟静儿分手的，你就不怕我把你给弄死吗？我早就想死了。分手仪式现在开始，第一步，互放狠话。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。好。何文俊，你离了洪一枪，你啥也不是。我早就有新的女朋友了。她在哪儿？哎，帅哥，我是肉丝。她果然比我漂亮，也比我有趣啊。什么才叫漂亮？要多有趣才叫有趣呀。你就来这一趟。我要你热烈而又自在的活着。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第二步，第二步，退还定情对戒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哥，加油！哥，你加油！哥，加油！哥，那是我自己买的。好的，从今天起，无论他贫穷还是疾病，熬夜还是秃头，跟你都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第三步，向双方亲友泼茶。痛快，老死不相往来喽。好，既然老死不相往来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你。爱过。可是我从来没有爱过你。文俊，如果你难过就一直往南走，走到世界的尽头，那里有一个叫乌鲁木齐、乌兰巴托、乌苏里江，是乌斯怀亚。对，乌斯怀亚的地方，贾樟柯曾经说过，在三峡大坝那儿有一个好人，你往他身边一坐，就啥都不记着了。就别等了，赶快出发吧。不，文俊，你都做了什么？我往窗外扔了一只袜子。高空抛物是不道德的。好了，你们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因为一个渣男毁了自己的2022，而且我还要等那个对的人呢。没错。你们走。静，其实那个对的人一直就在身边，对吗？大舅哥，妹妹交给我，你放心。大舅哥，我是放心他，我不太放心你呀。这样，你注意安全。木子。Unbelievable！ 还有谁？呦呦呦！木子，木子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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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Thank you.
车上还有个空座，必须把你带上。去哪儿？去乌斯怀亚。哎，不是北京通县吗？我哪儿也不去。那我们就把你绑过去。哎，我给你找个外套。哦，这件怎么样？洗面奶和爽肤水我都给你带了啊。这光腿神器咱带两双够了吧？跨年夜嘛，就得和心爱的人一起度过，对不对？即使没有何文俊，你身边还有我们呢，开心点。大舅哥，你干嘛又提何文俊？把我小心肝都惹哭了。我哭不是因为何文俊。那又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要跨年了，十二点了。你还知道都快十二点了呀？我一个活我都干了快跨年了。Unbelievable 啊。这样啊，就快跨年了，我再简单的说两句啊。你可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走不走啊？二一，新年快乐！快乐快乐快乐，赶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师傅，这首歌我妹妹最喜欢，咱听完了再走啊。就这个？好，这有啥好听的？这不就这个吗？